急于赶路，趁雨夜行。如此不辞而别，太无君子之风了吧？哼，对君子当守君子之礼，可对禽兽就用不着了吧？怀兄说我是禽兽，心如蛇蝎，竟在汤碗投毒，非禽兽而何？ 其实小弟只是想让怀兄死得稍微平静一些，可惜怀兄并不领情啊。嗯，如此恶毒之事，王兄竟说得振振有词，可见你连禽兽都不如。怀兄真是巧舌如簧，死到临头还在逞口舌之力。昨夜摧毁黑衣天王庙的是你们吧？什么天王庙，装神弄鬼，鱼肉百姓！ 怀兄，我相信今夜你们会死得很悲惨。来人！少客，我来替你们收尸。 Thank you.
在这种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！我们是黑衣圣使。什么圣使？识相的实话实说，否则要你脑袋！哎呦！哎！ 妖怪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咱们马上回到大厅想办法出去。走走走！嘿，不好！啊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毒气！快，一锤取石布来！老爷，是毒气，大家用石布掩住口鼻，快！ 怎么，没想到？多谢夫人相救之德。要不是为了那根腰带，我才不会救你们呢。这里的机关消息极其厉害，看不到人就能要了你们的命，所以你们不能从大门走了，跟我来吧。 好了，这里已是山中，一直向北走就是凉州。看来你们只能步行了。哦，多谢夫人再次相救。看得出来，你们不是一般人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 below the video.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